第十九回，云战洞，悟空收八戒，浮屠山玄奘受心经。却说那怪的火光前走，这大圣的彩霞随跟。正行处，忽见一座高山，那怪把红光截聚，现了本相，撞入洞里，取出一柄九尺钉耙来战。行者喝一声：“偷怪，你是哪里来的邪魔？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？你有什么本事，时时供来饶你性命？”那怪道：“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，上前来站稳着，我说与你听。我自小生来心性拙，贪闲爱懒，无修谢，不曾养性与修真，混沌迷心熬日月。忽然闲里遇真仙，就把寒温坐下睡，劝我回心莫堕凡，伤生造下无边孽。有朝大限命终时，八难三途悔不迭。听言一转要修行，闻语心回求妙诀。有缘立地拜为师，只是天官并地阙，得传九转大还丹，功夫昼夜无时错。上至顶门泥丸宫，下至脚板涌泉穴，周流渗水入华池，丹田补得温温热。婴儿差女配阴阳，千拱相投分日月。离龙砍虎用调和，灵龟吸进金乌穴，三花聚顶得龟根，五气朝元通透彻。公园行满却飞升，天仙对对来迎接，攘然足下彩云生，身轻体健朝金阙。玉皇设宴会群仙，各分品级排班列，赤峰元帅管天河，总督水兵称县界，只因王母会蟠桃，开宴瑶池邀众客。那时酒醉意昏沉，东倒西歪乱撒泼，逞凶闯入广寒宫，风流仙子来相见。见他容貌邪人魂呐、啊，旧日凡心难得灭，全无上下师尊卑，扯住嫦娥要陪谢，再三再四不依从，东躲西藏心不悦，色胆如天叫似雷，险些震倒天官阙，纠察灵官奏玉皇，那日我当命运错，广寒围困不通风，进退无门难得获，却被诸神拿住我，酒在心头还不怯，押赴凌霄见玉皇，一律问成该处决。多亏太白李金星出班抚信亲言碎，改行重责二千锤，肉绽皮开骨僵射，放生遭贬出天关，福陵山下屠家业。我因有罪错投胎，俗名唤作猪刚烈。行者闻言道：“啊哈，你这厮原来是天蓬水神下界，怪道知我老孙名号。”那怪道一声：“哼，你这狂上的弼马温，当年撞那祸时不知带累我等多少，今日又来此欺人，不要无礼，吃我一耙。”行者怎肯容情，举起棒当头就打。他两个在那半山之中黑夜里赌斗好煞。行者金睛似闪电，妖魔环眼似银花，这一个口喷彩雾，那一个气吐红霞。气吐红霞昏处亮，口喷彩雾夜光华，金箍棒九尺耙，两个英雄实可夸。一个是大圣林凡世，一个是元帅降天涯。
那个因势威仪成怪物，这个幸逃苦难拜僧家，爬去好似龙身爪，棒银魂落凤穿花。那个道，你破人亲事如杀父；这个道，你强奸幼女正该拿。闲言语，乱喧哗，往往来来棒架爬，看看站到天将小，那妖精两脖绝酸麻。他两个自二更时分直斗到东方发白，那怪不能迎敌，败阵而逃，依然又化狂风进回洞里，把门紧闭，再不出头。行者在这洞门外看，有一座石碣，上书云栈洞三个字。见那怪不出，天又大明，心却思量，恐师父等候，且回去见他一见，再来捉此怪不迟。随踏云点一点，早到高老庄。却说三藏与那朱老谈筋论骨，一夜无眠，正想行者不来，只见天井里忽然站下行者。行者收藏铁棒，整衣上厅，叫道：“师傅，我来了。”慌着那朱老一齐下拜，谢道：“多劳多劳。”悟空，你去这一夜拿着妖精在哪里呀？师傅，那妖不是凡间的邪祟，也不是山间的怪兽，他本是天蓬元帅林凡，只因错投了胎，嘴脸像一个野猪模样，其实性灵尚存。他说以相为姓，唤名朱刚烈，是老孙从后宅里撤棒就打他，化一阵狂风走了，被老孙啄风一棒，他就化到火光，径转他那本山洞里，取出一柄九尺钉耙，与老孙战了一夜，适才天色将明，他怯阵而走，把洞门紧闭不出，老孙还要打开那门与他见个好歹，恐师父在此一律盼望，故先来回个信息。说罢，那老高上前跪下：“长老，没计奈何，你虽赶得去了，他等你去后复来，却怎驱除？索性累你与我拿住，除了根，才无后患。我老夫不敢怠慢，自有重谢。将这家财田地，凭众亲友写立文书，与长老平分。只是要剪草除根，莫叫坏了我高门清德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你这老儿不知分辨，那怪也曾对我说，他虽是时长大，吃了你家些茶饭，他与你干了许多好事，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资，皆是他的力量。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，问你屈他怎的？据他说，他是一个天神下界，替你把家做活，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。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，不怎么坏了家生，辱了行止，当真的留他也罢。”“哎呀，长老，虽是不伤风化，但名声不甚好听啊，动不动着人就说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。哎呀，这句话儿叫人怎当？”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既是与他做了一场，一发与他做个结绝，才见始终啊。”“嘿嘿嘿，师父，我才试他一试耍子，此去一定拿来与你们看，且莫忧愁。哎，老高，你还好生管待我师父，我去也。”说声去，就无形无影的跳到他那山上，来到洞口，一顿铁棍把两扇门打得粉碎，口里骂道：“那南康的笨货，快出来与老孙打骂。”那怪正喘吁吁地睡在洞里，听见打的门响，又听见骂南康的笨货，他却恼怒难禁，只得拖着爬抖擞精神，跑将出来厉声骂道：“
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悖然，与你有甚相干？你把我大门打破，一起去看看绿条，打进大门而入，该个砸饭死罪的。这个呆子，我就打了大门，还有个便处，像你抢占人家女子，又没个三媒六证，又无些茶红酒礼，该问个真犯斩罪嘞。啊，且休闲讲，看老猪这爬。行者使棍支住，你这爬可是与高老家做员工驻地种菜的，有何好处怕你啊？那怪道，你错认了，这爬岂是凡间之物，你且听我道来。此是锻炼神兵铁，磨琢成功光脚戒，老君自己动前锤，迎敢亲身添探谢，五方五帝用心机，六丁六甲废周浙，造成九尺玉锤牙，铸就双环金坠叶，身装六曜排五星，体干四十一八戒，短长上下定乾坤，左右阴阳分日月，六爻神将按天条，八卦星辰一斗列，名为上宝训金耙，竟与玉皇镇丹阙。因我修成戴罗仙，为吾养就长生客，敕封元帅郝天鹏，亲赐钉耙为御戒，举起烈焰并豪光，落下猛风飘瑞穴，天曹神将尽皆惊，地府阎罗心胆怯，人间哪有这般兵，世上更无此等帖，随心变化可心怀，任意翻腾一口诀，相携数载未曾离，伴我几年无日变，日食三餐并不丢，夜眠一宿魂无撇，也曾配去赴蟠桃，也曾带他朝地阙，皆因仗酒却行凶，只为以强便发破，上天贬我降凡尘，下世敬我做罪孽，十动心邪曾吃人，高庄情喜婚姻界，这爬下海掀翻龙驼窝，上山抓碎虎狼穴，诸般兵刃且休提，唯有吾当爬最切，相持取胜有何难，赌斗求功不用睡，何怕你铜头铁脑一身钢，爬到魂消神气泄。行者闻言收了铁棒道，呆子不要说嘴，老孙把这头生在那里，你且注意一下，看可能魂消气泄。那怪真个举起耙，着气里注将来，扑的一下钻起耙的火光艳艳，更不曾注动一些耳头皮，吓得他手麻脚软，道声好头好头。行者道，你是也不知，老孙因为闹天宫偷了仙丹，到了蟠桃窃了御酒，被小圣二郎擒住，压在斗牛宫前，众天神把老孙斧剁锤敲，刀砍剑刺，火烧雷塔，也不曾损动分毫，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，放在八卦炉中将神火锻炼，练做个火眼金睛铜头铁臂，不信你再住几下，看看疼与不疼。那怪道，你这猴子，我记得你闹天宫时扎住在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儿里，到如今久不闻名，你怎么来到这里上门子欺我呀？敢莫是我丈人去那里请你来的？行者道，嘿，你丈人不曾去请我，因是老孙改邪归正，弃道从僧，保护一个东土大唐驾下玉帝叫做三藏法师往西天拜佛求经，入过高庄借宿，那高老儿因话说起，就请我救他女儿，拿你这南康的笨货。那怪一闻此言，丢了钉耙，唱个大惹，那取经人在哪里？累烦你引荐引荐。你要见他怎的？
我本是观世音菩萨劝善，受了他的戒行，在这里持斋把素，叫我跟随那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求经，将功折罪，还得正果。叫我等他，这几年不闻消息。今日既是你与他做了徒弟，何不早说取经之事，直以胸强，上门打我？行者道：哼，你莫诡诈欺心，软我，因为脱身之计。哼，要果然是要保护唐僧，略无虚假，你可朝天发誓，我再带你去见我师父。那怪扑的跪下，望空似倒对的一般，只管磕头：阿弥陀佛，南无佛，我若不是真心实意，还叫我犯了天条，劈尸万段。行者见他赌咒发愿，啊，那既然如此，你点把火来烧了你这住处，我方带你去。那怪真个搬些芦苇荆棘，点着一把火，将那云栈洞烧得像个破瓦窑。对行者道：我今已无挂碍了，你去引我去吧。好，你把钉耙与我拿着。那怪就把耙递与行者，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即变作一条三股麻绳，走过来把手背绑剪了。那怪真的倒背着手，任他怎么绑缚，却又揪着耳朵拉着他叫快走快走啊啊哎呀，轻这些啊，你这手重，揪着我耳根子疼。轻不成，顾你不得。常言道，善诛恶拿，只等见了我师父，果有真心，方才放你。他两个半云半雾的进转高家庄来，有诗为证：机性刚强能克木，心缘祥德木龙归。金从木顺皆为一，木炼金人总发挥。一主一宾无间隔，三交三合有玄威。性情并喜真元具，同证西方化不为。顷刻间到了庄前，行者钳着他的耙，揪着他的耳朵：哎，你看了厅堂上端坐的是谁？乃吴师爷。那高氏诸亲友与老高忽见行者把那怪背绑揪耳而来，一个个欣然迎到天井中，道声：长老长老，她正是我家的女婿啊。那怪走上前，双膝跪下，背着手对三藏叩头，高叫道：师父，弟子失迎，早知是师父住在我丈人家，我就来拜接，怎么又受到许多的波折呀？三藏道：悟空，你怎么降得他来拜我？行者才放了手，拿钉耙柄儿打着，喝道：呆子，你说嘛。那怪把菩萨劝善事情细陈了一遍，三藏大喜，便叫高太公取个香案用用。老高急忙抬出香案，三藏净了手焚香，望南礼拜：多蒙菩萨圣恩。那几个老儿也一齐添香礼拜。待毕，三藏上厅高坐，悟空放了他绳，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，收上身来，其父自解。那怪重新礼拜三藏，愿随西去，又与行者拜了，以先进者为兄，遂称行者为师兄。三藏道：既从无善果，要做徒弟，我与你起个法名，早晚好呼唤。师父，我是菩萨，已与我魔顶受戒，起了法名，叫做诸悟能也。啊，好好，你师兄叫做悟空，你叫做悟能，其实是我法门中的宗派。师父，我受了菩萨戒行，断了五荤三业，
在我丈人家持斋把素，更不曾动荤。今日见着师父，我开着斋吧。三藏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你即使不吃五荤三宴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，唤作八戒。”那呆子欢欢喜喜道：“谨遵师命。”因此又叫做猪八戒。高老见这等去邪归正，更十分喜悦，遂命家童安排筵宴，酬谢唐僧。八戒上前扯住老高：“爷，请我捉经出来拜见公公伯伯，如何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嘿嘿，贤弟，你既入了沙门，做了和尚，从今后可再莫提起那捉经的话说啊！世间只有个火炬道士，哪里有个火炬的和尚啊？啊！嘿嘿，我们前来续个座次，吃顿斋饭，赶早儿往西天走路。”高老儿摆了桌席，请三藏上座，行者与八戒坐于左右两旁，诸亲下座。高老把素酒开尊满斟一杯，奠了天地，然后奉与三藏。三藏道：“不瞒太公说，贫僧是胎里素，自幼儿不吃荤。”老高道：“因知老师亲素，不曾敢动荤，此酒也是素的，请一杯不妨。”“啊，也不敢用酒，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。”“不能慌了，师父，我自持斋却不曾断酒啊。”悟空道：“老僧虽量窄，吃不上坛把，却也不曾断酒。”三藏道：“啊，既如此，你兄弟们吃些素酒也罢，只是不许醉饮误事。”遂而他两个接了头中，个人俱照旧坐下，摆下素斋，说不尽那杯盘之盛，品物之丰。师徒们宴罢，老高将一红漆单盘拿出200两散碎金银，奉三位长老为途中之费，又将三领棉布扁衫为上盖之衣。三藏道：“哦，我们是行脚僧，玉妆化饭，逢处求斋，怎敢受金银财帛？”行者近前抡开手抓了一把，叫道：“高才，昨日累你引我师父，今日招了一个徒弟，无不谢你，把这些碎金碎银全作带领钱，拿了去买草鞋穿，以后但有妖精，多做成我几个，还有谢你处呢。”高才接了，叩头谢赏。老高又道：“师父们既不受金银，望将这粗衣笑纳，了表寸心。”三藏又道：“啊，我出家人若受了一丝之惠，千劫难修，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饼果带些去做干粮足矣。”八戒在旁边道：“师父师兄，你们不要便罢，我与他家做了这几天女婿，就是挂脚粮也该三担呐。”“丈人呐，我的侄子昨晚被师兄扯破了，与我一件青锦袈裟，鞋子断了，与我一双好阴鞋了。”高老闻言不敢不语，遂买一双新鞋，将一名扁衫换下旧时衣物。那八戒摇摇摆摆对高老唱个惹：“上父丈母大姨二姨并姨父姑舅诸亲啊，我今日去做和尚了，不及面辞，休怪。”“丈人啊，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啊，只怕我们取不成亲时，好来还俗，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。”行者喝道：“嘿，笨货，切莫胡说。”“哥呀，
不是胡说，嗯，只恐一时间有些儿差池，是不是和尚误了座，老婆误了娶，那么两下里都耽搁了。三藏道：“少提闲话，我们赶早而去来。”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，八戒担着，备了白马，三藏骑着，行者肩担铁棒，前面引路，一行三众辞别高老及众亲友，投西而去。有诗为证：诗曰，满地烟霞树色高，唐朝佛子苦牢牢，饥餐一钵千家饭，寒着千针一衲袍，一马胸头休放荡，心猿乖劣莫叫豪，情何性定朱元和，月满金华是法毛。三众进西路途有个月平稳，行过了乌斯藏界，猛抬头见一座高山，三藏停鞭勒马：“悟空，悟能，前面山高，须锁仔细仔细。”八戒道：“哎，没事，这山唤作浮屠山，山中有一个乌巢禅师在此修行，老猪也曾会他。”三藏道：“他有些什么勾当？”八戒道：“他倒也有些道行，他曾劝我跟他修行，我不曾去罢了。”师徒们说着话，不多时到了山上。呵，好山呐！但见那山南有青松碧桂，山北有绿柳红桃，闹蝈蝈山禽对语，舞翩翩仙鹤齐飞，香馥馥珠花千样色，青冉冉杂草万般齐，涧下有滔滔绿水，崖前有朵朵祥云，真个是景致非常优雅处，既然不见往来人。那师父在马上遥观，见香桂树前有一柴草窝，左边有麋鹿衔花，右边有山猴献果，树梢头有青鸾彩凤齐鸣，玄鹤锦鸡衔集。八戒指道：“那不是乌巢禅师？”三藏纵马加鞭，直至树下。却说那禅师见他三众前来，即便离了巢穴，跳下树来。三藏下马奉拜，那禅师用手搀道：“圣僧请起，失迎失迎。”八戒道：“老禅师作揖了。”禅师惊问：“你是福陵山朱刚烈，怎么有此大缘得与圣僧同行？”“啊，前年蒙观音菩萨劝善，愿随他做个徒弟。”禅师大喜：“好好好。”又指定行者问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行者笑道：“这老禅怎么认得他，倒不认得我？”禅师道：“因少时耳。”三藏道：“他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。”禅师陪笑：“哈哈，千里千里。”三藏再拜：“请问西天大雷音寺还在哪里？”禅师道：“远呢远呢，只是路多虎豹难行啊。”三藏殷勤致意再问：“路途果有多远？”禅师道：“路途虽远，真须有道之日，却只是魔障难消。我有多心经一卷，凡54句，共计270字，若遇魔障之处，但念此经，自无伤害。”三藏拜伏于地恳求，那禅师遂口诵传之。经云：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
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使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香声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寂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此时唐朝法师本有根源，耳闻一遍多心经，即能记忆，至今传世，此乃修真之总经，做佛之慧门也。那禅师传了经文，踏云光要上乌巢而去，被三藏又扯住奉告，定要问个西去的路程端地。那禅师笑云：道路不难行，是听我吩咐。千山千水深，多障多魔处，若遇接天涯，放心修恐怖。行来磨耳眼，侧着脚踪步。仔细黑松林，妖狐多截路。精灵满国城，魔主迎山住。老虎坐秦堂，苍狼为主簿。狮象尽称王，虎豹皆作御。野猪挑担子，水怪前头遇。多年老石猴，那里怀嗔怒。你问那相识，他知西去路。行者闻言冷笑道：哼，我们去，不必问他，问我便了。三藏还不解其意，那禅师化作金光，径上乌巢而去。长老往上拜谢，行者心中大怒，举铁棒往上乱倒。只见莲花生万朵，祥物护千层。行者纵有脚海翻江力，莫想挽着乌巢一缕藤。三藏见了，扯住行者：悟空，这样一个菩萨，你倒他窝巢怎地？他骂了我兄弟两个一场去了。哎，他讲的西天路径，何尝骂你？嗨，你哪里晓得？他说野猪挑担子是骂的八戒，多年老石猴是骂的俺老孙，你怎么解的此意？师兄息怒，这禅师也晓得过去未来之事，但看他水怪前头遇这句话不知厌否，饶他去吧。行者见莲花祥物进那巢边，只得请师父上马，下山往西而去。那一去，管教轻浮人间少，致使灾魔山里多。毕竟不知前程端定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